왕자면 大姐，哎，这一个肉馅有多少两？现在肉便宜了点，我们就增加了一些，二两二。二两二也不少了，我看咱这汤才五块钱一份嘛。对。这个肉馅得是不是团的时候就把里边的那个什么都弄好了？味道调好。哦、嗯，纯肉的，没有任何菜。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没有任何防腐剂，就是说没有菜也之类的。这个肉坨我敢说算是最在我们南昌算是大的了，没有谁能比过这个肉坨。我们是多年都不变的，始终保持在二两以上的，不会。肉价贵的时候也是二两以上。对，肉价贵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保价钱就是本都保不到吧，这个肉坨就是还是一样的没有变。跟现在肉便宜点了，我们就又增加了二两，变成了二两二。肉坨的利润是最低的，几乎就是保本的。但是一个店肯定有它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了，对吧？一元吧，不是一元。我有包单不？没有包单。没有包单，人家不单。来加面一个，接呀，加面一个。啊，咱们这个汤不用专门去熬汤是吧？这个汤。这个是鸡蛋汤和海带汤、玉米汤，这个是我老公提前做好的，要昨天半夜来做好的，早上来卖，不然蒸不匀，不然忙不过来。对，这个肉坨汤蒸多久就熟了？40分钟才能熟一锅。我看咱们有四五个锅不停的蒸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四个锅都在烧气。两个哈，哦，对，哎，3.5一份能赚到钱吗？我感觉好便宜啊！赚钱肯定是会赚到的，赚多赚少啊。咱们家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31年了。这是老白见过最便宜的粉和面了，3.5一份。你好，大哥，一个粉，然后一个肉丸汤，多少钱？啊，8.5。好便宜啊，一碗粉带一个肉汤才8.5，真的是我吃过最便宜的。我就在这等着拿粉就行了，是吧？现在都没地方坐，只能拼桌。这个粉才3.5一份呀，还带着肉臊子，想都不敢想呀，在咱们那边。我还让阿姨给我加了一份辣，我觉得这碗粉吧，最起码在没有，我�觉得这碗粉最起码有3两左右吧。来，我已经没拌匀啊，你看，颜色都不统一，然后但是我忍不住了。鲜香辣，我吃了这么多地方的辣椒，只有南昌这边的辣椒是一吸进嘴去，整个嘴巴全是辣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明白的辣。他们这边人吃粉啊，要求的不是筋道，只是要求这个粉比较绵软而已。然后他们都把粉提前泡好半熟放到那儿，来人了一热就可以了。但吃到嘴巴里边只有顺滑和绵软，特别香。这家店以前是老爷子和老太太创办的，有30多年历史，最后把这个店传给他儿子和他儿媳，他们又去别的地方去开粉店了。这个肉汤啊，放的时候就是一疙瘩肉，
我感觉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肉它捏成丸的时候，里边就放了各种调料了。第一感觉吃到嘴巴里边没有任何腥味，第二感觉就是肥肉刚刚好，我感觉还行吧，可能是北方人吃不惯。但这个肉汤不错，吃的就特别有鲜美，喝的鲜美的那种感觉。大清早来这么一碗，这咱俩着，8.5元吃饱喝足，一不错。